你好，早上的10点多啊，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，十读九书，又快乐到过年了啊！各位，我们人呐、讲句实在话，都是有背的时候，而且很奇怪，每年的1月份我都会有一个时间7期到9期都没有中，很紧。所以会员你不一定要签啊，但是啊，你可以斟酌你自己的财力啊，签个0.1就好了，你懂我意思啊？那现在呢，牌子什么时候回稳，我们不知道，牌子什么时候回稳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十读九输吧啊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大家要注意了。你不，我不中，没有中奖，我也吃不到红，我也很痛苦，我也没钱赚，大家都痛苦。但是呢，千万赌博要有个气在，赌博如果没有气，如果没有本钱，那最好是不要赌，留着吃饭，对不对哈？像比方讲，我今天所报的牌子呢，应该是非常按照我的经验，应该要回稳了。啊，应该要回稳了啊！好，那么今天呢是礼拜四啊，礼拜四我们已经输了7期，希望报第8期啊。我们没有公开，没有公开。YouTube 的我们读者们，你要在8点以后我才会公开啊，8点以后公开在 YouTube 上。